不让你展言啊。银行团聚展言断金流后，庆富老董态度低调，但公股银行恐怕也得认赔127亿，全民买单。我们是有一艘渔船跟两块土地，大概拍卖顺利的话，8-9亿以上。不止银行团，国军也要止血。周二庆富如果没有出具还款保证，10天宽限期后，12月8号海军就能提解约。但庆富如果提法律诉讼，真正解约时间又会被拖延。第三期款的第一笔，我们在今天稍早已经启动了没收的作业，12月8号完成缺失改正。如果没有的话，我就申请解约。与庆富解约后，有3条路向其他船厂承接，延宕2-3年，影响程度最小。但庆富财富不明朗，恐怕让有意愿的厂商却步，或者国内重新招标，延宕时间达3-4年。台船与中信造船等有意愿，还有撤案提升现有猎雷舰性能，但无法解决猎雷舰老旧问题。如果由国家出面的话，然后跟这两个厂商去承接这两个合约，我觉得这个损失会是最小的，连那个100多亿可能都会把损失降到最低。蓝委建议猎雷舰应该由政府直接与美商与义商合作，至少有70亿付给国外厂商的钱不会白缴。350亿猎雷舰何去何从，蓝绿恐怕都得拨算盘。记者董俊、李佳远台北报道。